家好，我是铅笔盒 Pencil Case。今天我们来玩手游 FIFA 我要活下去的团队突袭模式。好，这一场我们来到是我们的中塔。好，这边我们一样就往我们的这边走。如果还没有知道我们的这个百慕达的策略的话，欢迎大家去找我的影片铅笔盒的团队突袭攻略与打法，欢迎大家点进去看看。我个人觉得是里面资讯都还算有用，欢迎大家看。哦，这边马上看到人，直接的爆头物，哦，又有人。这边有些有点跑掉，好，我们这边直接爆连爆两个头啊！哦，右后有人，这边直接再爆头，三只都有爆到头啊！今天手感很好啊，好，现在剩下最后一只，哦，悟空啊，哇，这边有点炮，哇，被打中了，队友加油 ，OK， 瞬间把对方直接团体歼灭，好，这一场我们拿到了我们的三杀拜拜多的伤害，好，这边我们第二场来到我们的皮城。好，这边我们防装那些买好买满，我们这一场就来玩一下我们的 MP5 吧。好，这边走我们的右手边，好，这边目前看起来我们这边应该就是走这边应该会是最安全的。好，这边直接绕一下，这边看一下有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我们直接往我们洋房推过去吧。哦，那边有只挂机的吗？应该是。我们先往前推吧，看能不能先上。哦，怎么突然有人？吓死人了！幸好他不是拿散弹，不然已经被打死了。又有人，他是没看到我吗？刚这边有只挂机的，处理一下。哎，怎么起来？哦，好枪。好，这边直接点死啦。好，这一场我们又拿到了三杀。好，这边瞬间进入我们的第三回合啦。好，我们这边一样就继续往我们的 MP5 把其他的装备都买好买满吧。这边一样走我们左边，用板鞋当掩体。OK， 这边直接开拉啦，走走走，板鞋当掩体。这边看一下有没有人，没有人呢，欸，那应该差不多就可以直接推了，直接推，先往后面绕一下吧。好，这边推过来。直接两颗头，已经再砸到一只，倒三了，最后一只好像在队友那，果然 ，OK， 瞬间一波直接三杀啦，刚才直接一波少两颗头啊，好，马上进入我们第十回合啦，我们这一把有没有机会一次就拿下我们的四个胜利呢？这样就可以直接吃鸡啦。好，这边一样继续 MP5。对我来讲是一支在团队突袭里面射速又快的枪，我个人没有非常好的 MP5 涂装，我的这支涂装只是加两个射速而已。好，这边我们就拿我们的三级头盔直接往我们的这栋房子推。好，这一场还是打保守一点，先守房子吧。这边找一个房子，这边我们一样看一下窗户这边。好，这边目前看起来人都在我们这个一号队友那附近哦。好，一号队友瞬间拿到一个，直接拿到手杀啦。这边一号队友有没有机会一打四呢？好，这边因为我们就在这边睡觉一下。好，这边睡完该走了，不然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直接开走了。哦，队友那有人。应该是在屋顶吗？不知道，绕一下。
下一个。好，这边直接抬一波。哦，怎么有人？哎，同样情境，不知道的人，只是对方现在拿的是散弹枪啊，悲哀。好，这边开始用我们的强心针。哎，用不完血就没了，可惜。好，现在变成二打一的局面，有没有机会一波拿下呢？好，对，我这边拿的是 card 跟我们的汤普森人类，刚不是在那哦，人在这哦，刚那是应该被点死了，所以吃鸡啦。好，我们这一场就成功吃鸡啦。大家各位观众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我是铅笔盒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